台股昨天再创波段新高，中场上涨28点，收在9162点。目前市场大家可以关注的包括了美国即将要开展的E3电玩展，还有台湾即将登场的国际医疗展览会，渴望带动的是游戏族群还有医材相关个股有所表现。观盘重点就是论事。